欢迎各位来到长乐林场。长乐林场被誉为色彩的森林，每逢秋日层林尽染。这里不仅以山水闻名，还依托山水开发了教育、康养、文旅板块，引领生态共赴的新发展理念，吸引很多向往绿色生活的都市人前来感受山水野趣。现在场上只剩下六位成员了，我们将在这里展开一场至关重要的挑战。因为接下来懒虫还有一次淘汰人的机会，所以为了更精准地锁定懒虫，这一环节的获胜者能够从仍未被淘汰的六人中选择两人，获悉其中是否有懒虫的存在。预言家啦，并且这个重要的信息会真实的对所有人公开，就大家都可以看到的，但有几个不能知道。对，要我就会选自己和别人。哦，选自己呀。哦，你这样你就知道对方的身份。你真的，冰姐，你再来一起吧。睿智的女人，冰姐太厉害了。接下来我们在这里要进行的任务挑战就在这张任务卡上，请来领取吧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男跑起来。哎呀。这到我了是吧？今天，哎呦哎呦，不习惯不习惯。之前哥哥都不把这念词的活给你，就紧张成这样，还是他们走了以后好吧？盘他，六位成员依次出战，沿着桌面打出飞盘，尽可能的击倒台面上的靶子，最终击倒靶子数量最多的人获胜。摄像机是不是得闪开一点啊？挑战之前，我们在这里也为大家准备了年销量60亿的米多奇烤箱馍片，每一块馍片有7道工艺，保证产品安全又美味，又香又酥，一口停不下来，魔力十足。哎，那个米多奇你知道吗，姐？馍片啊，很好吃，超好吃，一包接一包停不下来。吃饱了吧？答，来喽。哇！你是实战型啊！哇！扮猪吃老虎，为了拿下这个卧底线索，拼了呀！拼了！拼了！你真的是御战之最。你力气有点掉了，要不换只手？我不是左撇子，实在不行。现在两个手一起推。两只手方向比较那个。OK， 一只手容易偏掉。你再来一个，我们才信你。有点像弹弓是吧？好像不是，两只手比较稳啊、哦，谢谢。我觉得这个成绩已经很难超越了。对啊，四个了。哇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稳住，稳住。哇哇哇！就现在，一股劲儿，一股作气，一鼓作气，一鼓作气。四根已经很厉害了。很厉害了，很厉害了。哎，四根已经很厉害了。很厉害了，很厉害了。牛了，很牛了。我来。哇，它伸长。哇、哦，它伸长。不是你的优势呢？你往左一点，往左一点。哦。你认真一点。小新哥，你要好好。哇。实战型，哇！有点偏累了，最后一个了。哦呦，已经很不错了，很厉害了，5个。魏大勋挑战成绩5个，5个了，已经是最，现在很难超了。这个简直，咱们就是说超越的可能性不大。这个太难了，感觉就只有真源可以超越。对啊，5个，我超越不了了啊！我直接打那个12。我来吧。OK， 同志们，我说一个细节啊。啊。刚才真源说了一句话。他说啥？我还挺那个。他说我不能赢。我说为什么？然后他说，其实我也不敢打太多了。怎么了？不敢轻易选人呀。啊。什么意思？选谁都是有卧底，是这意思吗？我说你是带谁都会出来卧底，所以你不敢赢吗？然后他没回答我。来吧，真源。那我必须赢，我今天必须赢。进行了他的斗志。你不是不赢吗？被激发，被你激发了。我试下升个档。
不行，其实近的时候是可以的。哇，三个了！你别投了，又下！哇！哇！什么东西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最后一个，稳住你，你搞漂亮点，漂亮点，最后一个，必须，这个最后一个必须的。有，哇，留一个遗憾吧。哇，可以了，我太恐怖了，这太能力者，这超，这真的是能力者了，能力者，不愧是常驻 MC 啊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超无聊，咱还玩吗？玩吗？还玩吗？我们三个不玩了。重在参与吧，陈斌挑战。嘿，哎，对，嘿，哇，嘿，哇，现在的人都是这样的吗？纯靠运气呀，哥。你让大勋怎么看？就是的，大勋用眼睛好好看，用眼睛好好看。你被叫烧了，哥哥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应该是稳了，应该是。加油！哇！甚至还有个慢动作。谢谢大家，加油，恩熙，不要紧张，我们两个一个都没打到都没关系，非常棒。恩熙要证明自己，恩熙，恩熙可以，打到一个也可以了。你也可以给我留点颜面，只打一个的恩熙。好，我垫底。哦，前辈常驻 MC 不让 NC 发挥，没有啊，你干嘛乱下标题？是为了给他留颜面。没事，再来，这个再来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来，再来一次。怎么树形象了？开始，稳住，两个手，使巧劲儿。哎，对，找感觉了，喂，对，就是这感觉。我现在不仅想念陈哥，我还想念沙哥。沙哥，你快回来吧，因为沙哥一般不是打样的吗？最后一个啊，没劲儿，可以。哎，没事，我来。哎，可以。你们这样会显得我刚才辛苦打了三个，就你第一个就是有点。那咱俩这么菜？好稳。能力者。人生不要放弃，知道吗？太励志了。哇！你怎么？不是，有可能赶超你。你们还不信我？昨天是实力，我是实力，我跟你说。哇！怎么这样？天哪！哇！大勋，我们刚才那个是什么？我以为你那个，我以为我这还是不错的成绩，结果现在看来像屎一样。我觉得你可以打完，哎，肯定可以了，我觉得可以，太准了，他这样完了，现在真源非常忐忑了。不是，我想证明自己，他不给机会啊。你太牛了，宋雨琦。那你得选人了，真不是我不想选呀。哦，我得选，我可以选人了。所以雨琦，你可以从未淘汰的六人中选择两人进行验证，我们会告知这两人中是否有懒虫，这一信息至关重要，而且会向所有人公开，所以请好好思考你的人选。当然，这个决定不用现在就做，接下来你们将回到山水基地的会议中心，回去了，在那里进行选择和验证。